平，但是呢有些年轻人还不太愿意给人家知道。OK 啦 OK 的，对了，那么结婚安呢只是两个假胖胖，所以呢女人就要嫁对老公，男人就要入对行业啊，所以男人最怕入错行，女人最怕嫁错郎嘛，对吧？但是他很幸福，已经幸福啊，也安塞啊，就是咱这个星光 LED， 咱这个灯光音响的头家，这帮人的所在，有点少年缘投的，哇，学历很高的哦，人有读册呢，啊，他读了。他的学历高得不得了，他也没想到他会从这一行发展，对吧？慢慢的发展，慢慢的，那也有啦，也有你家人的这个，好像支持啦，你爸爸真疼惜你，所以呢，要祝你哦，幸福久久哦，啊。然后呢，两三年了都还没有动静哦。没有啦，那你有两三年，才一年，才一年多吗？是啊。哎，探长，探长。真的哈、哦，爱探账哦。那那高音量哦，有一个美满生活，然后幸福的家庭，小孩子就是我们维持夫妻感情的桥梁最好的，所以要快快有宝宝。是啊。啊，卖哦，大家那款会像无聊高龄产妇不太好。还没哈，你再归回呀，对哈。好，我们的秀文，其实他唱歌啊，你不要看看，也安尼散播，哎也行哈。我肥了嘞，我结了婚，我肥起来。好，查某在肥肥安尼款，太水，你叫做福相，卖讲肥。哎，查某人若较瘦，伤瘦哦。对啊。哎，那浪起来的时阵，那感觉无啥。还是比较喜欢瘦一点。没有，胖一点好。胖一点的浪起来，你看他，安尼能松啊能松啊，你看，啊闪闪的，但你靠着骨头，那个不用管，那个我啊，我的安肥就好，你的安肥就，等一下我太肥啊，怕不要我，哦真的吗？哦，原来他是喜欢这种瘦瘦的辣妹，安尼甲陈建斌同款，哦陈建斌，陈建斌苏家查某就是安尼头毛长长的，啊头发飘逸长长的，然后要瘦瘦，不可以胖胖的。他就喜欢这样的女人，建斌哦，建斌哦，建斌人叫阿公呢，叫他建斌爷爷叫我是重芳奶奶的，哇，两个是阿辣的，哎，对了，一对，嗯，好，一对是一对啦，高音差不多今年生日第三年了啊，第三年啊，唔捌人生，唔捌茶饭啦，爱生不？趁年轻啊！趁年轻是啊，七十都要来尿鬼生怪生加抓啦生、欸。有些还会生，真的不会啦，其实不会，除非你人工受孕，嗯啊、因为外家己拢都停工了，拢不会开工啊，那个生。老师是老师什么意思？老师以后再听。OK， 来，咱来听邱秀文哦，他这一首歌曲难度蛮高的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巨肺。啊，杨培安的歌，歌台很少人唱的，我还第一次唱，真的第一次哈，第一次，嘎嘎嘎，拼落去，无拼真输啥，爱拼才会赢，咱拼出第一名，安尼看，所以呢，头一摆唱哦，咱嘛是爱甲鼓励一下，好唔好？叫做杨培安的歌，难度很高，不好唱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我相信》，OK， 好，我们的蔡秀文为大家演唱。Thank you.
谢谢我们今天出钱出力的老板，还有那些比较辛苦的理事朋友们，以及我们非常棒的这个达人大乐队，以及我们的灯光音响老师，谢谢安排了这首比较轻快的歌曲之后，继续安排。